係好似樂迷咁樣評斷嗰個歌手嘅外貌之類嘅特點，咁不如睇啲形容啲一啲標準咯。例如歌手，例如佢嗰個歌嘅技巧啦、幕後製作等等。咁有冇同所講啲嘅標準？仲有冇一個係客觀且好量度嘅咧？就係要睇佢哋嘅手，就係睇嗰個專業評審要睇嗰首歌嘅形。才可以做令嗰個歌樂壇可以發展得更好。咁嗰個標準係咪公認啊？咁要俾佢哋去評審嗰個歌曲，再去令嗰個樂壇發展得更好，認受性更多，可以多更多人睇。我見到有方同學嘅標準係一個客觀性嘅，咁有方同學講嘅專業評審同樂迷所講出嚟嘅結果又有啲乜嘢分別啊？樂迷到而有方同學到而家都係唔明白樂迷，淨係得樂迷去主導成個頒獎典禮會發會有咩結果？因為頒獎典禮係冇必要為淨係加係受歡迎嘅人，因為我哋要只有專業評審先可以去評論，有更有客觀嚟評論嗰首歌曲。但係音樂人士始終都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大家都憑住自己嘅中意去揀邊個好，難道多啲人嘅選擇唔係比少啲人嘅選擇嘅結果嚟得更加理性？有班同學到而家都係唔明白，樂迷點都好都係唔夠專業評審嘅標準更加。而家剛剛列出，跟住輪到剛剛列粵方請自由派三位辯員，可以自由選擇定方。甲方一位辯員，我哋首先生。甲方主辯。粵方方面開始，你有兩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場位，大家我想問下有方。專業性重唔重要呢？重要。咁點解重要？係因為可以提高認受性啊嘛。咁既然要專業性嘅話，點解唔係由專業評審為主，而係你所講嘅由樂迷為主呢？流行歌係一個受大眾流行文化，可以指為一個通俗流行啦。咁通俗流行即係大眾之間流行啦。咁喺大眾即係等於歌迷啦。點解唔講歌迷幫你做事咧？但係等先，歌迷有冇呢個一定嘅知識、呢個水平去為所有歌曲去頒獎、去提高頒獎嘅認受性？有冇學者回答我嘅問題？歌迷點解唔有識音樂嘅基礎知識？歌迷同頭先同我哋公辯團隊講係依靠自己中意邊個歌手，而唔係好似專業評審咁樣。嗱，今日有方同學同你講，專業評審就係可以透過唔同嘅範疇、唔同嘅領域，佢個國際視野去投射噶嘛。咁點解有方同學今日唔俾專業評審為主咧？咁有方同學，你可唔可以保證個專業評審一定係帶住主觀去評審個歌手，而冇帶？今日我同你講，專業評審，專業係乜嘢？專業咪就係佢哋有一定嘅知識水平，佢哋有唔同範疇方面嘅能力去投選一個最好嘅歌手咯。嗱，有方同學，如果今日所有人都係揀自己中意嘅歌手、自己中意嘅歌曲，係唔係違背咗頒獎禮本身意義？嗱，有方同學答到我啦。今日就係因為頒獎禮嘅意義、頒樂壇嘅意義，就唔係話係所有人者揀自己最中意嗰位歌手啊，就可以做到噶嘛？係要有一個認受性、一個公信力，先至可以更多人睇嗰個頒獎禮噶嘛。如果唔係，我想問係有方同學，一個頒獎禮係淨係淨係樂迷為主嘅？安排下，你想要亞視，之後就俾無線充。
具實力的大眾傳媒去操控這些的翻譯電影結果，從而去遷就他們的商業利益。基於這個概念，就是為什麼要多些持份者出現，影響翻樂壇頒獎典禮的結果，某程度上是可以幫助到杜絕這些不公平的出現。其實要數這些不公平，實在有太多事件可以數，就例如三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英皇就被質疑過因為不重視他，所以就沒有派出一線的古巨基容祖兒出席，說明唱片公司會覺得評審評出來的獎是不值得尊重或者重視，亦都因為沒有任何的商業價值，就不派當紅的歌手出現。相反，如果是由樂迷為主，由他們選出誰個獲獎，那歌手就會為了尊重他們的樂迷和希望他們繼續支持自己，那他們就不會好像上述的例子那樣說話，所以不去頒獎典禮就不去。因為如果歌手不去這些頒獎典禮，樂迷就會覺得歌手是不尊重他們，那歌手就會流失樂迷。因此，如果頒獎典禮是由樂迷為主，歌手一定會更重視頒獎典禮，由此可見樂迷的支持度和歌手尊不尊重頒獎典禮是實質是有掛鈎的。而當樂迷真正成為一個備受關注典禮備受關注頒獎典禮的主流嗰時候，頒獎典禮的重要性一定會比而家更高。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小眾嘅評審去到評審呢啲頒獎典禮，點樣先可以令到評審唔會受商業或者其他利益嘅影響，去作出最公平嘅選擇呢？過嚟啦！所以講到美國頒獎禮係音樂文
俾咗嚟個意觀。我想同大家探討幾個問題。第一，咁我同學話我唔做專業知識，冇專業背景，個嘅背景話，咁我同學咁其實真係有冇突然話我唔係冇專業知識，就冇資格去評定啦。我想問你聽一首歌，你覺得佢好聽定唔好聽啊嘛？會選擇繼續聽還是唔好聽啊嘛？呢個咪正正係你可以去評定一首歌好與壞咯。咁我哋今日要做嘅，只不過係評定一首歌好聽與否。我哋唔係話要，我哋唔係話俾個歌手聽邊度唱得唔好，邊度唱得好。呢個係一個樂壇頒獎典禮，唔係一個音樂嘅一個比賽。樂壇頒獎典禮最終嘅目的都係一個樂壇成績表咯。我唔需要同你講邊度要改善，係咪真係代表我冇資格去批評一首歌好與壞啦？第二，我同學話專業評審。識得點樣製作音樂，有啲音樂人嘅身份提供意見同埋學習知識。我講緊咩？否認評審能夠以音樂人嘅身份提供意見，但我今日呢個音樂樂壇頒獎典禮係一個娛樂節目，係應該以大眾口味、娛樂大眾為主嘅。我哋今日唔受眾，唔應該係專業人士，我哋唔應該將層次提升到咁高。有班同學而家係火星，我哋係地球，我哋係火星人。我哋今日以受眾嘅惡例，將標準提升到咁高，其實有咩用咧？標準咁高，只會造成大眾唔理解，仲造成反效果，即惡行嘅可持續性發展根本冇任何利益可言。第三，惡民主導就係變咗鬥民思多。今日有方同學又真係好有趣，出嚟同我講話惡民多係件壞事喎。其實惡行作為一個娛樂事業，唔係應該希望惡行多嘅咩？我哋睇翻過往幾年啦，我哋香港惡行成日俾人話惡行熱死，惡行熱死，跟住大家都聽過。冇人留意香港樂壇，唔通真係有香港樂壇想落堅嘅？我哋今日能夠做到嘅就係多啲樂迷，多啲粉絲，正正係一個契機，令到樂壇有更加大嘅進步空間。更加多人中意聽音樂，仲要更加多音樂出嚟表演音樂，樂壇百花齊放，正正呼應我方對樂壇嘅展望，亦正係有人留意到關注樂壇。而家香港樂壇重點，而家時代變遷，樂壇應該有樂迷當家做主。而唔再有專業評審做主。其實而家經過唔同嘅選秀節目之後，我哋見到嘅係唔同嘅男女團開始慢慢出現。喺自創造101為例，佢比賽之前一年出道嘅男女團佢一隻手指數得曬。佢比賽之後，選秀公司發現呢個商機，佢哋就開始去推出佢男女團。而家直到而家，我哋一年出嘅男女團。十隻手數唔曬。最後，今日有幫同學小眾嘅批小眾嘅評判同評審呢個頒獎禮，點先可以確保佢哋唔會受任何利益嘅影響，要作出最公平嘅選擇咧？多謝各位。重要性係啲，今日有個同學提醒同我哋講話，喂，原來咧公眾咧係成個。
傑出學生呢個選舉係更有公信力咧？嗱，第二啦，有科同學係唔理解到底頒獎禮嘅意義係乜嘢嘅。嗱，佢哋識得講，公眾係要決定嘅。但係等等先，頒獎禮唔係一個娛樂節目啊，佢係一個面向國際、有宣揚本土文化嘅意味啦。嗱，俾個例子你啦，華語金曲獎係由專業評審為主，香港人都會聽都會留意。台灣歌手但係公眾投票只係以自己自身口味、中意嘅風格同埋個人嘅出發點嚟做到嘅。俾個例子你啦，嗱，好似諾貝爾獎咁樣，佢都唔會由公眾投票噶啦，就係因為要確保有呢個公信力同埋個專業性啊嘛。其實講到尾講咁多，公眾投票有能力，樂迷有冇能力同你一齊冇？佢哋有冇比專業評審考慮更多？冇，專業評審考慮咩啊？係更多啊嘛。講到尾啦，今日有科同學唔知道嘅係。原來今日要發展樂壇咧，係需要一個公眾認可嘅頒獎禮咯。我冇否
嘅目標、路脈嘅重要性，而今日我哋要做嘅題統認受性，可唔可以答翻我？到底而家你係咪想做個國旗係衝出國際？到底你而家係咪想繼續停留喺地球啊？係咪想以後都去唔到火星啊？Thank you.
評討論，佢因濫報，我方從來不否認公眾元素，仿效色差設有公眾投票獎項，就已經可以回應有方的要求，可以達到呢個專業評判同埋惡評，亦都可以一齊投票。但我方的強調是以專業評判為準，但我方見到專業評判點解可以成為大比數，因為他哋具有前瞻性同埋經驗，環境經管部今日雙方都是想推動樂壇發展，但有方只是流於表面，令樂壇毀咗一切，令樂壇頒獎禮變成一個鬥人氣、鬥人位的競技場。正如填詞人小七唔喺吳林峯嘅樂壇已死提到，香港歌手都會死，怎麼挑選的你大樣看不起樂事瓜股比較指數以及這一代，因為聽眾會因為自己的個人主觀感受評論作品，係冇從音樂或意義去呢方面去評論該作品，咁呢個係咪一個健康現象？到底有方同學希望見到幾多個因為外在元素而受歡迎，但係音樂造詣唔高嘅歌手獲得獎項？我方相信唯有撥亂反正，以專業評判好的音樂，即可以做到樂壇達至真正百花齊放、飛升國際。多謝。
嘅，所以咧二小佢哋同一啲普羅大眾係冇分別嘅，大家音樂審美上係應該冇高低之分。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因為佢哋係隸屬於嗰個電視台嗰個媒體，所以咧就會導致佢哋嘅評審標準咧係好商業化嘅，係會根據嗰個大台嘅利益去作出判斷，咁就成件事好唔公正啊！咁所以成個頒獎典禮由樂迷選出嘅好處喺邊度咧？就係翻去大家邊個更加多人中意嗰首歌或者嗰個歌手就可以攞獎。咁但係引申嘅另外一個好處係點樣咧？就係、是、多啲人會去想了解嗰個樂壇，因為我中意嘅歌手係會攞到獎嘅。然後我有參與到啦，所以我會去投票啦，所以就會留意嗰班獎。咁成條主線上嚟講係合理嘅，咁但係去到論證方面啦，大家都有一啲可以講到重要嘅地方，例如主編一開頭就出嚟同大家講啦，喺十八世紀之前，音樂咧其實係好大眾化嘅，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明係呢個嘅嗰個意思係點嘅，即係例如十八世紀之前個音樂大眾化係即係農民可以聽音樂定點樣？咁到十八世紀之後啦，精英主導導致個音樂發展有啲咩問題咧？咁就似乎同你哋講頒獎典禮嗰樣嘢，我嗰個公平性好似唔係有好大嘅考慮。所以如果你哋最核心嗰樣嘢係想講話，其實大眾音樂其實係冇高低之分嘅。就算你轉咗做精英化之後咧，呢樣嘢應該係翻去大眾化嘅，先至係一個音樂發展嘅好嘅方向嘅咧。咁就不妨直接去講例如好似粵方都用咗一啲外國嘅頒獎典禮啦，咁其實外國嘅頒獎典禮有啲都係由大眾去審評審出嚟嘅嘛，即係例如你嘅資料上面都會講到小圈子嘅頒獎典禮係會俾人批評嘅，係紐約時報會批評佢嘅，咁會唔會有啲正面嘅例子去講緊一個頒獎典禮係由樂迷選出嘅時候個認受性或者關注度更加高咧？即係佢幫助你哋想帶出嘅嗰個利處嘅論點咧，去講多少少，就嗰個背景上我就覺得有少少太遠啦。咁然後另外你哋個推論嘅方式咧，就例如話講話啲大台咧一定係有嗰個商業主導嘅元素。咁但係個商業主導嘅元素嘅問題喺邊度咧？即係你哋會講到佢一定會考慮到自己嗰個台收益會唔高啊，會推一個樂團或者一個歌手係佢捧紅嘅，咁佢賺到好多錢啊，咁佢就淨係俾佢攞獎嘅。咁但係嗰個關係喺邊度？即係佢攞頒獎典禮個攞獎，對於佢個收益係有幾大嘅幫助咧？其實都係大家今日喺討論頒獎典禮嘅時候，有一啲特質上有講。例如攞獎嘅嗰個歌手點樣受到鼓勵咧？會唔會係俾咗錢佢啊？或者攞獎之後大眾嘅關注度會提高幾多咧？又或者個別嘅獎項，可能係有一啲獎項係大眾評出嚟嘅，係主要係睇你唱片銷量嘅。咁就這個係好間接嘅大眾評審出嚟啦，因為你睇有幾多人去買佢嗰隻 CD 啊嘛。咁另外一啲獎項可能係比較小眾嘅流行。可能呢啲係專業評審去評出嚟，咁會唔會喺呢啲獎項嘅時候又要保留翻，令到多啲人去接觸小眾嘅流行音樂？佢係例如佢係即係水準好高嘅，但係因為佢呢個可能係搖滾文化冇咁多人去接觸嘅，可能係重金屬，咁佢可能覺得呢個都係本地嘅音樂嘅其中一部分，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咁都可以推廣出去。咁或者呢個都會係粵方你哋可以講多啲嘅地方。咁翻返嚟甲方先，係啦。咁你哋嗰個邏輯上係在於越多人去關注個問題，咁就會越高嘅認受性。咁我覺得呢個係講得通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多啲嘅例子去佐證你上所講嘅呢個發展嘅可能嗰個結構或者趨勢咧？例如Mira 其實係好嘅例子嚟㗎嘛，即係你哋會。嗰陣時會講到有而家多好多男團嘅算，咁粵方係冇 Mira 咁，但係會 extend 呢個可能甲方會講嘅例子，即係你哋所講嘅一啲選秀節目係點樣因為大眾多咗參與而關注多咗。
咗個問題，而令到成個班長變得更加熱鬧呢？即例如話喺過往大家講論壇已死嘅時候，其實係陳奕迅嗰個年代都已經係咁樣講嘅啦。咁個主要原因就係仍然攞獎嘅都係楊祖兒、陳奕迅，咁啲蘇貴大台煲出嚟嘅歌手啦。咁當然係有質素嘅。咁但係當淨係得翻一兩個有質素嘅時候，咪就係你哋所講嘅研究多元咯。咪就係你哋所講嘅論壇係關注嘅多元嘅環境，都係攞獎嘅都係 Wilson 嘅啦。咁會唔會係你哋覺得個利處就係多咗人去接觸嘅時候就會變多元嘅咧？咁可以舉多啲例子去。咁而家就好似冇乜有咩咧。咁而去到粵方啦，主線上設計係聰明嘅，即係有拉咗一啲國際上嘅獎項去做嗰、那個戰場啦。即係我班組點解唔係就係淨係限喺香港？咁但係喺嗰個論證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都唔係太多例子去俾出嚟，即係有幾度嘅，即係例如係外國頒獎典禮點解認受性高，即係格倫美獎係有啲咩評審嘅組別啊，英國嘅頒獎會有愛爾蘭嘅，有好多唔同嘅評審嘅，咁但係就僅僅係留於呢一個層次嘅論證咯，即係就係講會保證到會考慮到嘅因素。咁保證即係評審會考慮到好多因素，點樣令到成個頒獎典禮係好咗咧？即係例如啱啱有講到嘅一啲小眾音樂，佢可能係質素好高，但冇人關注嘅。咁可唔可以透過頒嘅嗰個獎項，令到大家更加留意呢樣嘢咧？例如其實一啲煙儀係香港獨有，即係同台灣、新加坡嘅嗰一啲煙儀 band 係唔一樣。咁會唔會就係因為有頒獎典禮啦？大家都留意，即係因為認受性高，大家都留意呢個頒獎典禮去頒咗俾啲咩嘅團體或者獎高嘅獎項，所以就令到佢可以衝出本地啦。咁有一種成個國際上都冇流行過嘅樂文化嘅風格喺香港先到。咁呢一種咪就係你所講到嘅可以衝出國際啦。咁但係中間就係冇啦，個評審點解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就係冇咗個中間流程。同埋例如我自己覺得你哋拉諾貝爾獎即係一啲唔係音樂上嘅頒獎典禮嘅例子咧，係有少少尷尬，因為例如諾貝爾獎咧，佢好難係有一個學術成就，即係好難唔係有一啲專業嘅評審去評出嚟。咁佢就唔係一個太過直接嘅例子啦。咁而奧斯卡嘅話，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例子。咁但係你哋開完出嚟之後冇過咯嘛？即係奧斯卡呢種咁有認受性嘅獎項，係直以啲咩嘅手段嚟令到佢係一路都咁多人關注咧？咁同埋咧，我覺得都可以適當地提翻香港本地樂壇嘅啲例子。咁因為比較接近我哋所身處嘅環境啦。咁我自己 expect 咧，你可能會講姜潮嘅例子啦，但係今日有冇人講到啦？唔知係咪因為我可能回音壁啦，因為我所接觸嘅大家對姜潮呢個人物爭議性好大噶嘛。咁我所接觸到嘅意見就係、其實佢唔係真係有實力嘅，咁但係佢又可以橫掃好多個獎項，咁有好多人都係唔睇噶嘛。咁which is 我唔知呢個係由專業評審定係樂迷選出啦。咁但係我估應該係有其他啲可以用到嘅咁樣啦。咁我覺得今日最主要嘅兩邊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哋開嘅主線同埋你哋用嘅例子中間缺乏咗個緊密啲嘅聯繫，即係好似抌咗例子出嚟，然後俾一個 idea， 俾個結論。咁但係如果你哋可以加強啲中間點解會係個關係係點樣出現嘅咧，咁我相信就好豐富咗。咁今日我平常比賽咧，其實主要都係由大家邊個講嘅嗰個邏輯關係係平衡說服一啲佢哋信嘅，咁大概相對係咁多。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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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一啲，如果我今日要同你
書嘅一啲嘅好主要嘅領域係啲乜嘢，或者係一啲好共通嘅領域係點啊？我先講共通嘅部分嚟講，會係第一，其實今日你雙方嘅表現咧，我將分子到咧個分差係冇曬，我最後都唔知道你有啲嘢要做，但係我冇咁嘅印象。點解會去到咁嘅問題嚟講？其實成件事上面個，因為平和講嘅就係話係嗰個邏輯中間嘅存在嘅問題嚟講，其實雙方都各自嘅就係話係都有呢啲咁嘅問題發生，或者係如果我再講得再直白一啲，就係我覺得係聽到去到最後嘅時候嚟講，其實冇任何一方係可以好說服到我點解係我係，或者點解係專業評審做主導。咁我就各自講，如果係我今日各自判一啲書嘅嘅理由為點，我先講甲方。如果我今日要判甲方書嘅理由係乜嘅時候嚟講咧，咁甲方嚟講咧就係話，因為嚟講咧而家係一個新嘅世代啦，咁咧係一個惡名昭著嘅世代，因為咧就係咧講嘅就係話係一個全而家係一個好新式嘅接觸啦，即係就話係有好多唔同嘅媒體我哋可以俾我哋惡名去選擇，而不再是就係咧個舊有嘅世代。咁我第一件事都會諗嘅問題係咁，即係咁喺新世代嘅情況之下嚟講，有邊一啲個重視程度已經？即係或者起碼有一啲勢頭嘅係開始係就係追趕咗嘅，就係話呢一個頒獎禮咧。咁係咪頒獎禮少咗人睇，又等於定有呢個現象就會發生咧？就係咁，我有啲懷疑嘅，即係就話係，即係我覺得係由開頭嘅時候嚟講。咁你嘗試講嘅就係話，譬如話電台同電視台，可能你唱片公司合作或者一位小圈子咁啲咁樣，咁我明白嘅呢一部分。但係嚟講嘅就係話。我除了在一部的時候聽了這個古巨基和這個EG 即是英皇的時候來講無派這個古巨基和容祖兒去出席的頒獎禮的參賞，我記得啦，這個題目。那除了這一部之外來講，那我有多少呢？我又沒什麼特別聽過很多的例子。其實今天雙方都很各自地將條件題加到香港兩個字，但是楊潤芳自己有講過，就是香港都冇人會睇，但大家討論好似唔係香港，唔緊要，都冇問題嘅，都會係。咁好啦，咁但係個問題會係啲乜嘢嘢咧？就會係咁話，你話喺香港嘅時候嚟講，譬如如果我係齋講香港啦，我起碼會諗到以下嘅例子，例如叱咤樂壇頒獎禮。你睇翻過叱咤樂壇頒獎禮嘅人嚟講咧，係基本上冇乜點頒獎過俾咧個歐華同埋頒獎俾呢個李克勤嘅問題。咁呢個係成全嘅，就係話係同呢一個商台同佢哋即係北部啦、唔啱下啦，或者口碑嘅問題啦，都會係。又或者即刻樂壇成日都話自己好有公信力啦，都會係。咁但係佢嘅公信力嚟講，就係講呢個 DJ 嘅播放率啦，就話係嗰十大嗰、那個即刻十大嗰排名嘅時候嚟講。咁但係個問題就會係你嗰、那個你講 DJ DJ 播放率排名，咁即係某程度上都係由 DJ 嘅個人嘅口味或者個人嘅選擇去主導啦。咁何來嘅就專業評審咧？又會係。係啦，呢一啲我覺得好多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嚟講，我或者係最簡單，如果我係甲方，我做公面，我做公面嘅第一件事就會問，有方話我想問下嘅就會係，你知唔知 TVB 十大勁歌金曲選舉嘅評審專業評審標準係乜啊？我話俾你聽係 Google 係冇資料嘅咁樣係，即係我想講嘅係，即係我十方十講，我會甲方我係會窮舉好多嘅例子。就係話你應該係講到好多嘅，就係話你成香港，你數曬香港四大頒獎典即係四大頒獎典禮啫。你實 so called 啊，就係即係叱咤又好，十大勁歌曲又好，又或者係呢一個港台嘅十大勁歌十大勁歌十大金曲啦，又或者就會係呢一個新城勁爆頒獎禮咁樣都好。咁即係啲你過往咁即係啲問題係即係過往堆問題，甚至乎嚟講即係有一個最搞驚嘅例子就係、是，即係年叱咤嘅時候嚟講，都話有個咩清潔女工，然之後話我翻到我名單出嚟嘛，都會係都有啲搞驚例子。可能你太年輕，你未聽過呢啲嘢，都會係。即係我就會係咁問呢一堆例子，咁我真係就會問啦。如果你講到專業評審咁正，咁就好似啱啱頭先袁甲方就抽成過我哋講格林美獎嘅例子一樣，我就會不停咁問呢啲問題。即係你講到專業評審咁好嘅話，理論上嚟講，呢啲嘅受到嘅質疑或者挑戰，應該理論上都會係。又或者係粵方一開始講話古天樂攞呢個我最喜愛男歌手，係啊，咁我都幾想問嘅係，其實咁古天樂咁佢攞，其實即係如果我係甲方世界，我真係會直接會答嘅係咁，我唔係選出嚟咁有咩問題啊？我真係直接問呢、這個，我真係直接講回應嘅，真係就係 at least 咁樣，真係就冇問題。點解即係我覺得嘅係
教科嚟講，其實有好多好大量嘅例子可以去問，但我覺得係今日，即係我覺得嘅係你應該要係，即係你特別係你要講到破舊立新嘅時候嚟講，破舊立新的話，咁即係第一件事，你要挑剔好多舊有嘅制度嘅一啲嘅問題，舊有嘅學習班上嚟嘅問題係點乜，或者係六班嘅獎項嘅意義係乜嘅時候嚟講，啊，譬如粵方講奧斯卡，好似粵方二副講。我想問大家有冇睇過一套電影叫《La La Land》星星夢旅人？係啊，太後生裏面睇過啊，係五六年前嘅一套嘅電影，好出名嘅。咁咧嗰啲嘅最呢套電影其中一個出名嘅時候嚟講，就係喺呢個奧斯卡頒獎禮嘅時候嚟講咧，係頒一個最佳電影嘅時候嚟講，奪咗個紅觀禮嘅時候嚟講，即係攞最後最佳電影嘅紅觀禮。但我相信在座咁多已經冇乜人睇過紅觀禮嘅嚟嘅。又或者就係話奧斯卡頒獎禮其實近年都俾人受好多批評嘅，因為如果你實地翻查一下奧斯卡頒獎禮嘅一啲嘅而家佢嗰個嘅嗰個參選要求嘅時候嚟講咧，佢係要求要加好多嘅少數元素啦，有色人種啦，但係 N 咁多個元素喺入邊嘅都會係咁有喎，咁係咪就係要專業咩問題？問好多啲問題咯，係即係所以嘅就係話係即係 so called 係一啲好好嘅嘢都冇，咁但係咪就係話等於嘅就係話係？即係你，我覺得嘅係甲方係，我覺得嘅係粵方講啲一啲例子咧。其實我覺得係甲方應，譬如你都 keep 咗多甲類獎，兩邊 keep 唔到佢講譬如講 Oscar， 即係我覺得嘅係就會係即係我都已經 keep 得中嘅嘢，其實係我覺得係可以甲方係再做啲去準備去問粵方。而我覺得嘅係今日呢一個係我覺得嘅，然之後你要加大粵方嘅能力站嘅時候嚟講，點解而家呢個要嘅？點解我可以做到啲乜？我覺得嘅呢個係甲方今日我覺得係。如果今日要輸嘅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輸嘅咗嚟嘅。到粵方，粵方嚟講咧，好啦，你話係要衝出國際啊嘛，咧就會係大力嘅時候嚟講。咁我第一件事，我係甲方有一個問題要問，請問有邊一首歌係透過一個頒獎禮攞到獎之後嚟講衝出國際咧？會係我諗唔到啦，呢個我第一件事。或者我可以用香港例子、廣東歌做例子都好。我想講韓國嚟講到而家都仲係好 hit 嘅，係呢一個張國榮嘅《當年情》嘅嗰種。係，即係可能你哋又係一啲太年青人都話係你自己翻 Google 啊嚇都話係，係非常之 hit 嘅，到依家都仲係好 hit 嘅嗰種歌係啦。張國榮已經死咗二十年嘅時候，都仲係好 hit 嘅嗰種歌係，即係隻歌已經推出咗四十年啦，都已經到啦係。但我想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係，即係或者我調翻轉頭用貼地而家例子，我想問下 Blackpink 係透過係攞韓國邊一個頒獎禮嘅歌嘅獎項之後衝出國際？我係諗。即係所以其實係話係你想咁樣表達嘅時候嚟講，我要好信服我嗰度嘅係，即係我第一，即係我作為我都人近年都好少聽歌，但係你要信服我，哇！你嗰個衝出國際喎，即係同我係嗱，我覺得嘅甲方係應該係要喺呢度位捉住佢抽出嚟，要問好多呢啲問題嘅都係，但我覺得嘅甲方冇做到，而變成嘅就會係粵方你咁樣講落去，咁又好信服我，即係就係你不停咁睇我講呢番嘅説話嘅時候嚟講。即係我唔否定頒獎禮係固之然係一個推廣本地音樂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節目或者一個典禮啦，啱我同意。但如何去推展到去到國際咧？咁呢個就我係我好難想到我，即係 at least 我諗唔到入邊啲例子啊，或者可能外國可能有我，即係你都要俾人節目咯，係。咁但係嘅就係話，粵方你就應該就係話。你今日你應該係要嘗試嘅，就係譬如話你講，即係講嗰啲好專業評審嘅標準係點啊？譬如嚟講咧，就係話甲方喺公演嘅時候有嘗試過挑戰嗰一部分，即係你講出咗啲話，即係一定嘅呢個一定知識水平。我聽到呢句嘅時候，我以為甲方一定會追攬住落去問，請問何為一定知識水平咧？就會係我唔知道，即係呢個就會係我係我即係呢個位係。我講得直白啲就係好蒼白啊！即係我覺得嘅係有啲位置係一啲好口號啊！我聽完之後嚟講，我冇辦法係説服到我。咁即係個所謂嘅專業係啲乜啊？我唔知喎。即係話你有講紅嘅邊個獎項啦？即係話又話譬如話要識樂理啦，又譬如話可能有唔同嘅人去做，譬如話記者都喺入邊。咁依家記者係專業嘅，咁我哋要過去不斷，即係我哋可能甲方就不斷要抽情去問呢啲問題，即係我哋要粵方不斷地去解釋就會係。咁但係我覺得嘅就會係。即係當今日嚟講就係話，如果粵方喺呢啲位置上嚟講，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位置嘅，係你一啲嘅好核心位置，但係你又俾我一啲好說服力俾我嘅解釋俾我，又好蒼白嘅時候嚟講咧，咁我分數就咁樣遞價，我就冇辦法去俾到分落去。咁所以嘅就係話，其實呢條辯論睇落去好簡單，實際上嚟講其實係好複雜嘅。
以嚟講嘅就會係雙方都有好多可以各自努力嘅地方啦。咁我今日嘅評語去到呢度。
令到你覺得係有啲唔專業嘅嘢係存在，導致到大家係會覺得呢個頒獎典禮係邊個攞獎都無所謂㗎，因為根本都唔重要。咁我係會聽唔到嘅。咁啊，係咁啊，啱啱係呢個就係我覺得大家對於自己嗰、那個justify 自己嗰個頒獎典禮嘅建議嗰個位可以講得咗好啲啦。咁然後下一個位咧就係、是。大家自己傳住先的邏輯去盡量啱啱係啱啱用嘅題目都係唔夠緊密啦。例如咧，你會直接掉一啲嘅惡賣或者專業評審嘅特徵定特質出嚟啦，然後就會落結論噶啦。例如咧，甲方咧就會話哦，惡賣就係大眾啦，咁大眾就係大家嘅聽眾啦，大家都有份聽首歌咁，所以咧如果你以惡賣為主咧，啲歌手咧就一定會更加尊重、更加重視嘅頒獎典禮啦。咁然後咧就因為樂迷係聽嘅嗰個人，咁所以咧我哋就應該迎合翻佢哋嘅口味啦。咁就唔需要層次太高啦。咁啊鬥 fans 都冇問題啦，因為咧佢哋就係聽嗰班人。咁但係嚟嚟去去，我淨係聽到因為樂迷係個受眾，所以咁但係當中嘅邏輯關係。例如樂迷會點樣去選擇啲歌咧？似乎係你好似覺得係無論係啲咩歌或者咩獎項都好啦，只要係樂迷選出嘅嗰個獎項咧，就係、是、一個就是、一個有認受性或者應該要頒俾佢。咁但係咁樂迷會選出啲咩人咧？佢暗瓦底嗰句想講嘅究竟係佢揀嘅就一定係最高人氣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想去獎勵一啲最高人氣嘅歌手，咁然後想達到嘅結果係啲乜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停留咗喺一個好表面嘅位置。咁然後啊，例如甲方都有講，咁開頭咧會有啲，例如你會話因為而家嘅舊有模式打破咗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要迎合一個新嘅頒獎制度。咁但係我有啲唔明嘅就係舊有嘅模式係咪真係你口中嘅專業？例如你會講到佢哋 會有商業嘅考慮啦，例如會係睇播放率啦，咁呢啲係咪等同於係專業評審或者我都係有保留，但係上面似乎都冇 challenge 你對於呢方面嘅説法，咁所以就冇話啱啱講翻上面啦。咁然後你會講話我唔再係業內人士操控啦，咁等唔等同於樂迷而家會識得去投選一啲點樣或者質素好嘅音樂，又或者係我哋需唔需要去投選？因為在你的立場底下，似乎係個質素投出嚟攞獎嗰個人嘅質嗰個獎項嘅質素，似乎唔係一個最主要嘅考慮嚟嘅，似乎應該係個樂迷中唔中意為主要考慮，而個樂迷中意與否同個質素似乎係冇直接關係啊，或者係即係冇睇過。咁但係咧你哋嘅主線都有啲奇，我覺得有少少奇怪嘅嘢，例如你會話直接分多咧，佢哋自然就識得分析㗎啦。咁然後就話。會激起佢哋嘅良性競爭等等啦。咁我呢個時候我就會期望你哋會講多啲，原來喺樂壇選出會更加多嘅利處，點樣有助推動樂壇發展？咁但係去到後期咧，似乎就聽唔到樂壇選出同個發展嘅推動同發展嘅關係係點？呢個我覺得係有少少甩咗。咁啊，啱啱去粵方啦，係粵方嘅主線咧，又講到古天樂啦嗰啲嘅例子。但是同埋台灣嗰個獎啊，講關於我會考慮埋商業啊、未來啊嗰啲係地區啊等等。咁但係乜嘢為之？我考慮佢嘅未來為之，考慮佢商業價值，或者係點樣為之？我唔係只係限於喺地區。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唔需要推到唔止係地唔限於地區而推出國際，因為你哋嘅主線應該係。能夠 support 到佢哋講話，唔止係地區，咁你可以包埋地區嗰樣嘢去講。但係你似乎就一心只係講緊係衝出國際嘅方面。咁喺自己嘅地區裏面嘅認受性裏面嘅工作力其實都重要。咁但係當係啦，尤其是當裏面質疑你睇得太遠啦、太快啦，我哋冇咁快需要推出國際等等嘅時候，我覺得你可以翻翻去喺個地區裏面其實個工作力同認受性都重要，呢個我睇得重要。咁但係。都係嗰句，冇推到下一步，即係有咗公信力，有咗認受性，之後下一步係咩咧？係會多咗受眾啦，多咗人留
想最終會係點樣啦。咁然後咧，另外一樣就係、係啦，就係、因為雙方咧對面嘅回應啦。因為咧，我覺得雙方都比較保守嘅，大家咧好注重咧去keep 住不停重複，我點解要落埋，點解一定要係落埋，因為我買啲咩好，啲咩好咁樣。咁然後對方咧就不停講，我點解你要注意平衡，點解你要工作咧？咁但係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大膽啲去 teach 翻俾，尤其是可能喺公辯或者自由辯一啲嘅冰箱自己環節咧，大家可以拋出多少少有攻擊力嘅問題啦。咁啊，例如你哋而家喺公辯環節咧，例如甲方就不停講話質疑專業評審佢有嘅條件或者冇公信力啦。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咁但係你最後嘅結論咧就會係我同某名投都冇分別嘅啫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位咧就會有啲質疑啦，因為好即對面。就算他講不到有什麼很專很劃一的標準都好，那他所說的專業評審所謂有得定知識，他未必很講到知識的位置在哪裡，但是對比起廣大受眾，或者對比起一個可能甚至連音樂樂譜都不識睇的一個樂迷來說，他怎麼都會有分別。那所以我覺得你要拉的結論，如果你拉就只是說大家一樣的話，就很容易被對面說一些壓迫的利益去蓋過了你的位置。所以你最後即係我覺得，尤其是公平文字，你最後拉嘅結論就唔好話係同樂迷投一樣。咁你可以講完佢嘅標準好模糊拉嘅問題啦。咁然後你想一開頭講翻話以前舊有模式嘅嗰啲問題，你咪可以帶翻出嚟。咁你即係我意思係，你可以針對佢講專業評審或者主觀問題係乜嘢，而唔係拉翻落去同樂迷一樣。咁然後乙方咧就係、我覺得係啦，好保守啦，好緊張咁同我講話，專業性重唔重要啊？應用性重唔重要啊？咁而家專業性咪有專業性咯？咁你又你推出國際喎，咁肯定有專業性啦。咁如果你冇專業性，咁咪維護翻我哋嘅意義咯。咁就好似好咯咁樣，即係由嚟嚟去去，所有嘅回應，所有嘅攻擊都係問佢你專唔專業？你有專業，我專業。咁但係你嘅攻擊應該係，如果係即係咁方面，佢係覺得專業性。咁如果你當然攻擊嘅係佢嘅目的會帶嚟啲咩問題？例如你一開頭係有講，例如而家如果所有頒獎禮都係淪為一個鬥高人氣嘅結果，我哋只係獎勵一喺個獎勵喺一啲樂壇上面有人氣嘅人，有個問題會係啲乜嘢咧？我真係覺得係你可以再推出嚟，例如會唔會係啲音樂人選擇唔留喺度啦？又或者係啲人想攞獎，咁佢要做嘅嘢咧就唔會再係做好嘅音樂啦，佢做嘅嘢就會係可能係黐一啲人氣啦，或者佢做一啲博出位嘅嘢啦，做多啲嘅拍多啲戲啊，拍多啲綜藝啊，攞多啲嘅 fans 啊，而唔係去做音樂，咁會對個樂壇造成啲乜嘢嘅影響㗎？咁跟住我都係期望喺你個位度聽多少少，但係都係聽唔到，或者係聽到你講話會違背咗頒獎禮需要有專業性同埋認受性嘅呢個意義，咁不是？咁就呢個我比較可惜。咁另外就係、都有講到咧話要推廣啦，推出國際啦咁我認同呢個嘅長遠發展嘅，就呢、啱啱個評判都有講到啦，就係、你講完長遠發展之後，你要有一個咁啲嘅邏輯翻去講點解可以做到你嗰個效果。咁但係似乎我聽有專業評審會唔會等同於就會推廣到出去咧？我都知道講係，佢話啱又講啦，其他國家傳入嚟嘅所有遺書傳嚟，似乎都唔係真係因為發展翻專業性咁另外你有講過話我哋如果需要多啲人認可，需要多啲資源，咁我哋就需要有專業性啦。咁一嚟我覺得個關係太直接邏輯，我覺得係要講講篇幅更多。咁另外就係喺呢個認可同呢個資源最後對個樂壇能夠帶出嘅利處係啲乜嘢咧？我都係聽。但係中間